师信号比较好。啊，那因为这边呢、啊、是这个路边啊，那道路的这个路面呢、啊、也不太够宽敞。啊，那再加上呢，这个区域呢其实是这边的一个落石区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不会停车让嘉宾下车，啊，我们不会让嘉宾下车。啊，但是我们车速啊会稍微的放慢，啊，我们车速放慢。好，让我们嘉宾啊从这个居高临下的往下观赏一下这个松丘区。来，小辉啊，哎，来，咱们冒下都冒下都要阿黑往你爸爸去走走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嘉宾来到这个路段号，稍微的可以来往左下方。来，我们往左下方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风车村啊，风车村。好，那如果往左前方看啊，会看到有一个平台。好，这个平台呢，其实叫做新乡平台啊，它叫做新乡平台。那这个平台哦，早期呢它也是一座小山哦，这个新乡平台哦，早期是一座小山，但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哦，日据时代的时候啊，日本人把这座山给铲平了。好，那他们当初呢，我们日本人把这座山铲平啊，是想要在这边来盖一个军用的机场。哦，但是呢把这座山铲平就发生了我们的二次世界大战。好，那我们日本人也战败啊，退回去到了日本。好，那这个平台就没有盖机场。好，那我们当地的居民呢也想说啊。